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二小玄玄哥。先前相当火红的手游《弓箭传说》，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吧？继承他的意志，现在有一款全新的地城冒险游戏即将要推出喽！全新的职业和崭新的画面呈现，我们一起来瞧瞧吧。今天要介绍的弓箭手死了，唯有勇者的我出战，是款休闲 ARPG 游戏，一共耗时团队6年的心力来制作。可从游戏名称看出，玩家将无法扮演弓箭手了，只能使用剑与魔法，在这充满可爱怪物的奇幻世界展开冒险，借由突破各式各样的迷宫，挑战千奇百种的 BOSS 来获得超强的神兵利器。玩家可以随机取得技能，并自由地搭配出无限种可能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战斗风格。尽管你已经玩过类似的游戏，但本作的高清华丽 3D 梦幻场景相当精致，加上快节奏的流畅战斗，一定可以带给玩家爽快的舒压体验。游戏目前已经开放预先注册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不要错过喽！